好，我必须要清醒一下，认真切，别把手切了。我怎么让自己变得清醒？来，我帮你。请啊。来，我帮你，我要清醒一点吗？我清醒了，齐哥，哇，齐哥，我好清醒，眼睛都变大了。干嘛？我就说我帮你就可以了。刚刚那一秒真的清醒了。对。来。 够吗？这一叠够了，够了，好大呀！可以帮忙切吗？小凯这么大的姜片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给小凯自己切。<笑>真的，这个世道啊，真的都没有人帮我切。帮你切，我再帮你切姜丝啊。我不要姜丝。那谁要姜丝啊？小凯，那就是小凯的了。<笑>小白菜啊。 你觉得我们刚刚那一杯这个撞奶有多少卡？150，绝对不止。真的不止。周杰伦怎么胖的？周杰伦怎么胖的？哎，剪掉啊，剪掉，剪掉，得罪不起啊，被他粉丝围攻。哇，这是第一个。哎，小凯，嗯，拍完《中山靖》以后，你是去拍戏吗？ 没有，还没定。拍完之后我回去上课了。回学校了。嗯。哎，现在这年纪就是你当初《还珠》的年纪吧？你那时候也大一，是不是？大一念完了。那就大一念完了。嗯。你自己爱演戏吗？还可以，是吧？还可以。还不错。想演什么？嗯，我也想知道呢。 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，就是那种暗暗的角色，复杂一点。嗯，是的，那种背着小书包在校园里跑那种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是，在你们的年纪，大家就爱看你这样啊。是，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。所以也在眼镜上。对，我们跑了十几年才把书包放下来。哎呀。